我们现在要去上厕所，上厕所为什么要拍呢？上厕所为什么要拍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厕所有多特别哦。我上厕所，有没有看到他厕所？哇塞，厕所还有电视，而且你现在看这门是透明的，但是你里面关起来锁起来，它就变成是雾的，外面就看不到。好，我们看星河继续来看星河上厕所。你刚刚现在看到星河，等它锁起来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哇，有没有看到变魔术？来，星河变魔术！哇塞！我待会会被人家打。地上还有电视，这个是要大便的前奏。太夸张了，真的，你看这。我们像像不像有点乡巴佬？好笑哦！原来厕所可以拍，可以拍成这样子。好，来来来，拍一张。哇哇！哎，你拍照片。哇塞！好酷啊！有电视，还有电视。哇！啊！变魔术，变魔术，变魔术！哇！不见了！一二三，变！一二三，变！好，小雨，小雨。小雨要变魔术，小雨，我